哎，这边有人！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任务呢，就是科普兰上期啊跟我们说这个，让我们去消灭那些浪迹者啊，就这里。哇，这十字弓这么厉害的吗？哎呦，哇，打身体一箭就秒了呀！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了。啊，这儿还有一个鬼鬼祟祟的，还剩六个啊。这边有个人过去了，我刚刚看到他了。哎哎哎，大哥，大哥，大哥！哇、哦，差点，这个光哥在那儿睡着了啊。哎，剩五个人。我刚刚看到啊，有个人就从这边进去了啊。哎，人呢？哎，这边有一个。哎呦，哎，好。哎，那个人哪儿去了？我眼花了吗？也没花呀。啊，这儿还有一个。哎，好，我们弓箭用完了。哦，你也在梦游吗？你也在睡梦中吗？还剩两个。哦，自动步枪，哇，可以啊。哎，还有俩呢，哪儿去了？捉迷藏啊！朝天开几枪！哎，这边，右边。哦，原来你在烤火啊，兄弟！哇，这自动步枪就好啊。这边，哦，好家伙！啊，藏哪儿了？你们营地人都死光了，你，哎哎，又藏了。怕死是不是？是不是怕死？哎呦，没打到。怕死，怕死。好 ，OK 啊，全部解决，也给科普兰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发电机，对，他说他那个塔台啊老被人破坏，我们把这个发电机给他修好。OK， 好了。哎，怎么回事？If you had bullets, I wouldn't be breathing, though, would I?我别无选择才会射杀女人。可以啊，这话说的太爷们了。只有在你攻击我的时候，我才会反击啊！不管你男女，对吧？无论性别。找一下附近有没有地下避难室。嗯，在这里。Hey, this is handy. A map, all marked up. Yeah, and that. 哦，这儿才是这个任务完成啊。Nice. Guess they won't be needing it. Not anymore.合成表。Dick, you there? It's probably nothing. You sounded like bike engines riding somewhere out. I just finished clearing the radio tower for Copeland. I'm gonna climb the tower, see if I can. 上塔台。Hey, Dick, you okay? You don't sound like yourself. It's nothing. You know, I just let this drifter get the drop on me. Lucky for me, she was out of ammo. You let her go, didn't you?Okay, yeah, fuck. Yes, yes, I let her go. One of these days, Deke, that code of yours is gonna get you killed. Yeah, well, something's gonna do it, right? Does it matter what? Deacon out. Jesus, what a climb. All right, let's see what the hell Boozer's talking about. Huh?Right, someone's on the mountain. I see smoke from their campfire. 是不是又要灭他们呀？ I knew I heard something. Where are they? I'm gonna head out there. No, goddamn it, Boozer. Gotta get your arm healed up so we can ride the hell out of here. I'll take care of him. Shit, it's just I'm going a little stir crazy here, Dick.
不是在干仗就是在干仗的路上啊，都不让人家缓一缓。Boozman, you awake? I'm heading to that camp you spotted north of the mountain. I heard gunshots. It might be an ambush camp. 埋伏营。Find out when I get there. Deacon out. Boozman, you were right. They set up along the railroad tracks. 哎呦，不对啊，这儿有人啊！我的天哪！好家伙，开枪打我！ That was kind of the plan. Deacon out. 哦。超这个火力，这人不少啊！准备作战！哎呦，我的天哪，这我都不敢露头的我！哎，左边来人了！哦，来这么快，兄弟！哎，翻滚！我再翻！哎呀，没死！好家伙！用了四发子弹 ，OK， 太远了。哎呦，太远了，我们想办法往前推进一下。哎，这什么？哇，狙击枪！我的天，哦，后边还有人。哎，死了吧！刚那把狙击枪呢？找一下。哎，这儿 M40 子弹穿透，哇，这也很嚣张啊！啊，把我们十字弓换下去了。哎呦，我的天哪！一枪没打死啊！我以为打身体可以打死的，完了就一颗子弹，不行，太麻烦了。快快快，往这边！哦，这还有一个，哎呦，没打到！哦，我真的想节约子弹的，不然的话，我这乱枪打死他们了。这个人在这。好的，滚出奥利里山啊！山上的烟，这个任务也完成了。科普兰营地。Loser, it's done. Squatter camp. They won't be doing any more killing on O'Leary Mountain. Good. Okay. I should have been there to help. Just rest up, booze man. Rest up. We're riding north as soon as your arm heals. You got that? Yeah, I hear you. 酒鬼也是非常感慨啊，也想并肩作战，可惜没办法呀。随后呢，我们这里啊出现三个任务啊，应该是两个支线，然后一个主线。我们先打这个吧，看一下他藏的那个药。他和我们骑过车。烧掉艾瓦瑞斯的尸体啊！看来这个，哎，就给好朋友善一个终嘛，对不对？走着啊，为了朋友啊，在哎，落地损伤啊，这也可以撬车头啊。为了朋友，我们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这里有个巢穴。等一下啊，先把这几个。小丧尸解决掉啊，然后把他巢穴给他烧了。哎，不对，这是炸弹，我要汽油弹啊！哎，等一下，嗯，想偷袭我？哎，我让你熬熬啊！过分。白天的时候烧这个巢穴啊，他这个就是里面丧尸。比较多一点。哎哎哎呦呦！哎，好，夜晚呢？哎，这相对少一点。为什么夜晚少呢？就是因为夜晚他们要出去觅食啊，白天都在睡觉啊。
好了，解决了啊，继续我们的任务。哎，这谁摩托车啊？有了，脚印，这什么？哎，算了算了，我们先完成这个任务啊。他，我看到他好像引领我们去另外一条路啊。突然冒出，进入先驱墓园，这里面肯定有丧尸啊！寻找天使雕像。哎，这有个丧尸，摸到他后面，给他一刀。他在吃鹿肉啊！哇靠啊！我绕了半天，原来就在这里啊！就在刚刚我们刀掉那个丧尸那里入口。对，我以为在里边啊，绕了老半天。哭泣的天使。哎，这里有一根撬棍，看一下。啊，又出现那个影像。这一定里昂撬了一下，就在这里面藏着。会不会有惊吓镜头啊？我自从上次开那个后备箱啊，没有开后备箱跳出一个小丧尸，好家伙，给我吓一跳，有了阴影。哎，这里有丧尸。哎，这什么探照灯啊？直升机怎么会有这玩意儿？I just saw a goddamn chopper. A chopper?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A Nero chopper. It just buzzed right over me. It acted like I wasn't even there. Wait, all this time and a Fed chopper shows up out of nowhere. 联邦直升机。Yeah, I'm gonna chase him down, and I'm a. 这 NERO 组织到底干嘛的呀 ？Hey, Deke. Be careful. Don't get too close till you know what the hell they're doing.哎，大哥，话说完没有？快点，我要干仗啊！我。Hell no, I'm not gonna do anything stupid. 哎，好，哎呀，不行，别用枪，周围这个丧尸比较多，直接一榔头下去。哎 ，OK， 哎，被发现了。哎，哎，好嘞，咱这狼牙棒啊，就是刚刚哎合成的啊，很嚣张的。好像用钉子，对，钉子加那个木棍。哎，门口有一个，直接跑出去啊！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哎，怎么回事？我们车那什么反应啊？又来了！我可去你！哎呀哎呀呀呀！躲了！我去你奶奶！哎呀，被挠了！哎哎啊！太过分了啊！躲得了初一十五，但没躲过去。来，我们看一下啊，啊，附近有敌人，还不能放这个东西啊！又来了，又来了！啊你，我给你，给你一棒，给你一棒，耐久度，啊，我武器没有耐久度了，刀，小刀，捅他，捅他，捅他，别给我留面啊！捅，就冲那腰子上面捅。哎，这是什么呀？哦，这里昂和那个，艾瓦瑞斯。哎呦，我的天哪，里昂，你这个王八蛋啊！我的天哪，丧心病狂啊！幸好他死了。好，我们把这个放上来，然后烧一下艾瓦瑞斯的尸体啊。哎，调查目睹的直升机。哎，我先过去看一下。哎呦，我靠！这一定是重大发现啊！听好，给我封锁这一地方，听清楚吗？出动，出发，上吧，收到，了解，出动。这是怎么回事呢？哦，研究员他们在做什么？按 Q 可以选择石头啊。哦，这个是那个士兵是没有办法攻击的啊。
他们是无敌的，所以我们这次只能潜行，不然的话我看他身上这个装备我一刀给他拿了，我都给他带走。我好从这边绕过去钻那个草丛。 OK， 哎这是什么？哎呦，哎大哥，关键时候还有时间看这个碑啊，咱们先过去。哎好，他在可以听到研究员声音的范围内以窃听情报啊。就现在快快快，实地记录20000，追踪大批移动群体后估计数量有500-600个，我们已经确认研究对象的休眠位置在欧布莱恩，这不是游戏刚开头那个研究员吗？就是我们主角用枪指着的那个研究员，送他媳妇儿上飞机那儿。哎呦呦，别过来，兄弟！建议在晚上7点派支处理小队进入洞穴内部评估情况。这个山洞有什么呀？这他们在这里研究，这是一个巢穴吗？布斯中尉，法兰克林。啊，这个洞穴应该是这个巢穴啊。这女人还说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洞穴。哎好了，我们可以撤了，回去骑车。现在越来越感觉这个 NERO 组织啊特别像生化危机那个保护伞公司一样啊。没有关系啊，我们直接撤回去。要不要扔一块石头？哎，他走了。好，这些人乘坐直升机，也就是来这里取一些样本吧，可能是那样。反正就调查一下这个丧尸的活动啊。哎，这不是一个巢穴吗？啊，汽油瓶不可以用啊，不可以用，那就算了。不去烧尸体。啊，他们也撤了。他们不是在睡觉的啊！我刚刚听那个女的研究员说了，他们是在休眠。OK 啊，这个任务也完成。这什么残疾物箭矢？哦，可以让敌人混乱啊，可以让敌人失了智。明白了。新技能点，待会儿再加。哎呦呦，哇，怎么这么多丧尸啊？突然。怎么回事？Took Sarah. He had an ID badge. What was the name? Brian. Wouldn't shut up about it. All the way out to Three Finger Jack. He's alive. 啊，我们的
主角还在寻找他老婆啊。不战则逃啊，就是碰到尸潮尽量跑。Just listen to me. I heard them over the radio.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a man named O'Brien. Deke, don't. I'm not, Boozer. I'm not. I'm just. Hey, get some sleep. 啊，不聊了。Deke out. 那好，烧。Been from town to town in the days when the roads came choking. 哎呦呦呦呦呦呦！把自己点着了，我靠！看来以后扔这个东西得远离他一点。OK 啊，这个任务也就完成了。那好，兄弟们啊，那我们本期视频呢也就到此结束了。哇，2.5公里，我的天哪！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